陈品杰敲出本系第五轰。记者廖耀东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富邦悍将开路先锋陈品杰今天在对中信兄弟的比赛中开炮，敲出本系第五轰，同时也是个人中职生涯的第五发全垒打。这位过去在美职以速度见长的打者，返台后不但成为富邦悍将的新炮手，更是球队的重要战力。陈品杰是在今年中职选秀会中被富邦悍将以第二指名选中加盟。回顾他与美七年的成绩，单季全垒打最多只有五支，去年在 1-2A 里游走32场，共只有一轰，打击率为2.39%。不过陈品杰加盟富邦悍将后打出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球风，37场出赛已敲出五发全垒打，追平个人职业生涯最高，打击率也高达3.27%，拿手的盗垒也有不错的发挥，已累积3次盗垒成功。